好了好了，吃个鸡蛋消消气儿，别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哎呀，行，你怎么了？这一见面就吵嘴啊？你说的对，是我有罪。我头脑里边封建礼教中毒太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我应该向你认罪。 李雨晴，你不要激动啊，有什么话好好说。我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哎，菜来了，啊，菜来了，自己动手，特意给你自己动手。好啊，溥仪都能自己动手了，这是他的进步啊。你呢，要耐心些啊。 今天的饭菜不错，我要借你的光了。我妈要我问你，你会判什么罪？会判多少年？我不知道。要是判得重，有机会减刑吗？ 看着溥仪满头灰白，李雨晴觉得溥仪真的是老了，不由从心底生出了怜悯。可是，不多的谈话见面总是不欢而散，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总之，通过这几年的学习和改造，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过去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常常使我睡不好觉。李玉琴这次对我发火，我也反省了，是我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不了解，说话得罪了他。这件事虽然是小事儿，但是也反映了我身上的毛病还很多。如果有机会放你出去，你想过你会做什么事情吗？放我出去？人要有远大的理想，也要有近期的目标。你改造的近期目标，就是要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可如果有一天政府宽大了你，放你出去，你想过更远的事情吗？为人民服务，我要为新中国的人民服务，来赎我过去的罪恶。很好，你会如何看待你和李玉琴的关系呢？李玉琴，我跟她是夫妻啊。你们想过爱情问题吗？啊，想过。爱情就是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这种。那夫妻间呢？夫妻那是要有爱情。夫妻也有很多种，有封建夫妻，也有革命夫妻。革命夫妻要互相帮助，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呀。可我是罪人。四闺女，四闺女，看，妈呀，给你熬了一碗鸡汤，快起来，趁热喝了。来，来，快起来。我觉得活着真没意思。你看这孩子，你说啥呢？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你们俩呀，早晚有团聚的那一天。快起来，听话，来，可香了这鸡汤，来，起来，妈，放那吧，我一会儿喝。啊，对了，你大哥说让你晚上到他那儿去一趟。我哪儿也不想去。要不你去找小张说说话吧。小张？啊，对了，你走了以后啊，小张来过咱家。啊，这只母鸡啊，就是小张送过来的。小张啊，还托他战友帮你在一个工厂给你找了份临时工作呢。真的啊？真的。我给你大哥啊都介绍过了，虽然是临时工，但你家单位啊待遇不错，还有宿舍呢。真是谢谢你了。啊，哎，小张啊，你就迟到了啊！啊，我这还是跑着来的呢。这位是李玉琴，这是我的老战友老郑。你好。你好，你好。哎呀，真没看出来，你还真有眼力，整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哎，啥时候我吃你们的喜糖？哎呀，老郑，你胡说什么呀？你听我给你解释清楚啊！解释啥？甭解释了。你嫂子说过，你就是有福气，你嫂子没说错。弟妹，你看上我们小张啊？就对了。
他可是我们部队的拔尖人才，现在已经是飞行员了。我们小张啊，不仅人好。对不起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老郑，你这暴脾气一点都不改，回头给你联想。你不到我们厂里去了？哎，玉琴，玉琴，玉琴，这怎么回事啊？你凭什么欺负人啊？我没有啊。谁是你媳妇儿？哎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你脸红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说？没有啊，我给他打电话说帮我朋友找一工作，他问我男的女的，我说是女的，然后他就误会了，还说什么军人的家属政策予以优先，然后没听我解释就把电话给挂了。我本来想为了找工作见了面再跟他解释清楚，谁知道他炮筒子脾气，噼里啪啦说了一堆，就这样了吗？原来是这样，怪我太敏感了。小张，对不起啊，我知道你是好心的。算了算了算了，工作的事不说了。雨晴，我还有事跟你说，要不咱俩找个地方坐坐吧。嗯啊。其实，我本来想这次为你找到工作，以后就不再见你了。为什么？因为我感到绝望。绝望？这可不像你说的话。我今天必须说了，自打认识你以后，我是一闲下来就想你。从那天起，我满脑子时时刻刻想的都是你。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也知道你的想法。我感到绝望。难道我们就不能成为好朋友吗？我不想做好朋友。你为什么不能跟溥仪划清界限呢？怎么又提这件事儿啊？出什么事儿了？你去抚顺的那几天，我找支部书记谈话了。我说我爱上了一个人，书记很高兴，他说他祝福我。眼看飞行学习就要结束了，我也可以放单飞了，这是好事成双啊。可是我是军人，不能欺骗组织，就把你的情况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向书记做了汇报。我不用说你也能猜到结果。我知道我爱上了溥仪的贵人，你们还是夫妻，我再这样下去，就丧失了作为一个军人的革命原则。如果不立刻与你断绝关系，我就不能上天，那是我的梦想啊。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们的关系根本就不是那种，现在成了我耽误你了。你和溥仪不一样，你热爱祖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可是你毕竟还是他的人。为什么你是他的人？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不要再说了。如果你愿意，我们俩就在一起，好吗？我们该分手了。
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希望你今后少看小说，多学技术。国家培养你不容易，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出色的飞行员。我倒希望你能多看几本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反对封建、追求女性幸福的小说，你看过没有？你为什么要推荐那样的书给我看呢？我才不许安娜呢背叛她丈夫。可她丈夫卡列宁是什么人呢？是喝人民的血，欺压人民的封建主义，是沙皇的种族。可她爱上的是什么人？那不是也一样吗？你顽固，那是时代的错误。她没有出路，这正是托尔斯泰的不同之处。你不一样，你所处的时代也不一样了。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我没有这样想过。不过，不管你是怎么看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有一种。哪一种？姐弟。你帮了我不少忙，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你别说这样的话，这是我愿意的。好吧，我换个角色跟姐姐说句话行吗？说吧。我知道你不爱我，你爱不爱我都没有关系，可你不该留恋普尼，你没跟他划清界限，你并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时代变了，人要想进步，要想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思想就不能停留在旧时代，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啊。你的话我会记住的，谢谢你提醒。真是不好意思，一会儿我不能陪你去了。没事儿，有他陪着呢。哎，北京的马部长，你认识他的时候是什么官啊？哦，可能是东北联军的市政委吧，我也不太清楚。你这个福贵人啊，还真是有福。你看，你竟遇上贵人了。你也是我的贵人啊。嗨，我哪算贵人呢？哎，要不这样，等孩子出生了，认你当干妈。我巴不得呢。李玉琴，哎，你们来了。杨大姐，于馆长也该等急了，我们走吧。哎，那行，那我先走了啊。好。哎，来来来，小心点啊。哎，没事没事，慢点，慢点。哎，那我走了啊。慢点。玉琴，那我在家里等你的好消息啊。好的，走了。回头见啊。走。这件事情惊动了中央啊，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是按规矩打的报告，是小杨把他捅到了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你就不能尊重我一点？我也是局长了。好，我的杨局长。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前面有一些长春的历史，
后面还有箱子，里面都是伪满时期敌伪的档案。你经历过一些，也年轻，也懂得历史，干这个最名副其实了。喜欢这个工作吗？我太喜欢了。我这工作是正式的还是临时的？正式工，下午就派人带你到人事科去报到。人事科？不是办手续去劳动科吗？你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干部编制了。有工作了，在李玉琴心里意味着他已经被新社会完全接纳，感激和欣喜包围着他，他要报答。怀着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李玉琴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所憧憬的工作和事业。亲爱的溥仪，你好，我最近工作很忙，我已经被调到长春市图书馆工作了，在资料室负责整理档案和期刊，这是政府为我安排的。具体的说，是我在通化遇上的杨指导员和马政委，还有图书馆馆长的关心下实现的。杨指导员现在是区劳动局长，马政委在中央当副部长，于馆长的妻子从前搞地下党工作，解放前牺牲了。杨局长的未婚夫，就是救过我的王排长，也牺牲了。所以现在这一对革命干部也快成为夫妻了。我在画报资料上看到了当年你与日本人交往的报道和图片，我的心情无法描述。如果不是照片作证，我怎么都不愿相信。我虽然对这些事不了解，可仍然为你感到对不起东北人民。希望你能认真反省自己的罪行，向政府敞开心扉，争取重新做人。工作之外，我还有条件借书看，看的书越多，感觉自己的差距越大，懂得越少。我从小就盼望上大学，到今天我感觉已经进了真正的大学。托尔斯泰的作品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的小说很深刻。你近来好吗？我现在正在写补充交代，这份材料写得很长，所里安排溥杰给我当助手，不太在外劳动了。不劳动可不行，现在人人都要自力更生。我现在经常帮母亲干家务，母亲年纪一天天大了，应该多享享福。我总感到我太让母亲操心了，操心了一辈子，到现在还为我操心。不写了，几千几万句也写不完。我要求参加劳动，今天交定我不会干，见了所长一脸一身，我觉得我真是个没用的人。你说几千句几万句也说不完，那就写两句就行。我想看到你的信，最好能来。每次刚回来又想去看你，可是我现在真的走不开。我上回借的钱我得尽快用工资还清，因此也没有路费。再说千里迢迢去了，见面就说几句话，待不一会儿又得往回走，所以我现在特别着急。着急什么？也许你知道，你体会吧，不用我说了。希望你努力改造，
争取早日得到政府的宽大。祝你前进再前进，玉琴。哎，他现在信写的越来越少了，好像还不止这些。这信里的情绪有点不太对劲儿。哪不对劲儿？他现在急什么你知道吗？你看这信，他在信里说，也许你知道，你体会吧，不用我说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这不是说了吗？借的钱得赶紧还上，来了也说不了几句话就得走。恐怕不是这个意思，这听话听音儿，我总觉得不太好。没那么严重吧？馆长，您找我？嗯，到我办公室谈吧。啊，请。来，请坐。您到管理啊半年多了，嗯，得到了管理的一致肯定。前两天我到市里开会啊，市长还专门问起我你的情况，我如实做了汇报。市长为你的进步很高兴，对你的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谢谢啊，馆长，这都是同志们帮助的。你呢，也别想得那么复杂，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我就单刀直入吧。您说，年终总结，参考资料部啊，报你为先进工作者，管理们同意，我也没什么意见。只是有些群众呢，思想上不通，说溥仪是伪皇帝、大汉奸，李群呢是他的妻子，是皇娘、人民的罪人，溥仪最终要受到历史的审判。但李玉琴呢还等着他，是阶级立场不坚定。我这么说。你不介意吧？不介意，您直说吧。还有一些群众反映呢，是图书馆是意识形态的堡垒，说把你分到图书馆呢，已经很过分了。这一点我不同意。这样吧，我们长话短说吧。管理对你的工作是肯定的，对于群众的反应呢，也需要引起重视。所以呢，管理党委啊，对你的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呢，把先进呢。改成在全馆年终大会上口头表扬，希望你能够那个正式荣誉。馆长，您放心，其实这半年我也接触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历史资料，对那个时代有了新的认识。至于群众的态度，我有所准备。谢谢您今天能够直言相告，我会珍惜这个荣誉的。好了，这件事情啊，我们就谈到这儿。管理的资料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我看你呢有条件多研究一些历史。你对伪满档案的印象怎么样啊？这段时间我看的差不多了，怎么说呢？感到非常震惊。溥仪的罪行确实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原来在宫里，溥仪什么都不告诉我。嗨。那时候你还小，他怎么会跟你说呢？现在你该知道群众为什么这么憎恨伪政权，这么憎恨溥仪了吧？知道，我现在理解了。好，这是你的一大进步。可是，我现在很犹豫，我不知道怎么对待溥仪呢？啊，
那就另当别论了。另当别论？是啊。你跟溥仪夫妻十多年了，当然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怎么多，可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党还是有政策的。溥仪做帝王的梦显然是做不成了。那个皇权的思想已经没有了地位，但是他心目中的封建夫权思想会不会对你们夫妻有影响？这个我很担心。夫权思想是什么？夫权思想就是封建思想，就是要从根本上剥夺妇女的自由。所谓的好女不嫁二夫啊，忠贞节烈呀，这都是夫权思想的反应。那他从来不关心别人，这算什么思想啊？对一般人来说呢是自私，但是对他来说呢就是天子观念。天子观念？溥仪三岁就当上了皇上。清朝历代皇帝啊，幼年时候呢受到的教育就是来源于前代帝王，由师父进讲，只灌输给他一个观点，就是你是天子，全天下都是你的，所以他就有唯我独尊的观念。所以在他的意识当中啊，没有平等意识，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需求，只有别人对他的义务和别人如何要推翻他，至于人的权利都是没有的。所以改造他就是让他明白人与人之间有义务也有权利。现在看来啊，这改造的任务啊就落到你的头上了。我？是啊，是你啊，你们是夫妻，他需要你，你也需要他。你首先呢要教会他关心你，关心你之后他会关心别人，关心更多的人，关心社会，关心我们的祖国，从根本上来脱胎换骨，成为新人。并不是让他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为了爬沙头他什么罪都肯承认。我知道你很想加入共产党，但是呢你还不清楚为什么中国妇女几千年来都要受到封建时代的压迫啊。我给你推荐一本鲁迅先生的书，这本祝福啊是专门写中国封建社会如何压迫妇女的，你可以看一看。谢谢馆长。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李玉琴反复读着毛泽东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心底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似乎悟到了什么。
四闺女，哎，妈，给妈看看啊。你说这个字儿它念啥？相信人民的创造性。箱子，相信啊，人民的，你说我就认不准。妈，来，妈，我想跟您说说话。说吧。您说，我就这么等着他，一次次去看他，我真的应该守他一辈子吗？是小张他，不是小张，我谁也不为，就为我自己。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最近我才明白，为什么全东北人都那么恨他。我不想承认，可是我实在恨他太没有骨头了。从我进宫后，他就知道让我陪他玩，逗他开心，做神仙夫妻。这外面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到了大栗子沟分开的时候，他带几个人准备去日本，他连个告别都没有，更没有想到要带我一起走。我一等就到了现在。我受再大的苦我也认了，我希望他能改造好，我努力工作帮他赎罪。可他呢？他心里还是只有他自己。他现在对你不是挺好的吗？妈，您是不知道，我去了好几次，他连一句都没有问过我，身体怎么样，心情好不好，没有问过。后来我们通了那么多的心，他还是他说他的，我说我的。这康德是不懂事，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别人，他身边那些人原来哪敢对他不满呢？现在时代变了，连过继的小瑞都反抗他了。我这苦苦的等着他实在是太累了。自从我嫁给他以后，我跟他一次房都没同过。您说这是夫妻吗？以前我总怕别人说我是打八刀的，怕我们家有个坏名声。如果他是个好丈夫那也值了，可他是个战犯，是个和日本人一起祸害中国人的罪人。我这十多年就像在梦里一样。可现在政府不也叫你帮助他改造吗？是啊，帮助他，就算是报答政府报答党，我也得帮助他。可帮助他就是要等着他，可帮他就是不要自己了吗？我现在在想，也许我帮不了他了，就像他从来没有帮过我一样。他的改造得靠政府，得靠党，靠他自己。闺女，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妈不是不疼你，妈不是不知道你心里有多苦、多难呢。哎呀，妈，你看我这身边的几个朋友，哪一个不是在争取自己的幸福呢？秀梅找了个革命军人，这杨局长又要嫁给我们的馆长了，连周妈。 都和罗氏一结婚了，还领养了个儿子。您就不想您自己女儿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吗？妈想，我这次去想和她好好的谈一谈。 相守，多少冷暖，终于面对你，不轻言放弃。